你是有静言想让我抱他，李淑娟，给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没事。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怎么又要借钱啊？不借算了。借钱干嘛？我这不是天天出去找工作，不方便吗？想买个交通工具。地铁不能坐，还是公交车不能坐？不借。我主要想的不是接你下班方便一点吗？借多少？ 1000就行了。那你每天要来接我啊？我只要没事儿，我肯定接你啊。你把钱转给我，我先走了啊。李淑娟，你说的交通工具就这个？对啊，这不好吗？多环保呀！我淘了一下午才淘到呢。多少钱买的？100啊。100你问我要1000啊？我修车还花900呢。 就这个破玩意，你花了1000啊？你嫌我丢人是吧？那我自己回去了。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上车啊。那你抱我一下。你别太过分了啊！你别以为借给我1000块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什么呀？我说让你抱我抱上去，这座位这么高。你爱坐不坐，还给你抱上去。李淑娟，你怎么了？ 太硬了，坐的我屁股疼。那要不我帮你揉一下吧。滚！哎呀，委屈你了。要不我请你喝杯奶茶吧。你请我？对呀，我请你啊，不行吗？哎呀，铁公鸡拔毛了。什么鸡拔毛？好喝吗？好喝。王琦。啊？你能不能天天来接我？你说什么？ 我说你能不能天天来接我？你想得倒挺美，因为我傻呀。什么呀？你有车不开，你让我天天来接你，你就连省个油钱吗？你这个人真是太狡猾了。自己走回去吧。